们的萤火象征着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外，也代表希望我们彩灯节一路丰收。在此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开始就定位置，待会也希望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可以帮我们捕捉到最美丽最漂亮的画面。好的，那待会呢，长官们就定位置之后呢，待会我们将会一起倒数五秒之后呢，来进行今天的点灯仪式。好的，那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让他们捕捉一下好了。来，我们先看着我们前方的镜头。站住！来了，来了，来了，哎，前面来了，这边来了。好的，那也请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捕捉到今天最完美的照片，也请我们所有的长官以及贵宾来到我们现场准备。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准备来进行今天的点灯仪式。待会请我们的长官呢，把我们手中的火把要往前点燃，我们前方的萤火，准备一起倒数五、四、三、二。